我们前面是说两个大定理，一个 extreme value， 一个 intermediate value， 啊、哦，那接下来呢，第三都是用完备性公理做的。接下来我有第三个大定理，那这个大定理可能今天也讲不完啊、哦，我们应该讲不到的，下星期一。但是整个概念是重要的。我们第三个大定理是，也是有借必趋间，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均匀连续啊，有一些书呢会写一致连续啊，一致连续，那它是比连续呢还要强一点点的条件。然后第三个大定理就是说，如果我连续在一个 AB 有界 PG 线上面的那些连续函数呢，它就必然是均匀连续啊。那我已经讲了，均匀连续是比一致均匀连续是比连续要强一点点的条件啊。那在介绍这个概念之前呢，我们先复习一下什么叫连续啊、哦？什么叫连续？那如果你有读书的话呢，书上也是讲这个是连续的定义。然后他就这样子讲，他就说，如果你的一，我的一还没写出来，如果你的一是一个开区间的话呢，则你这个定义呢是等价于我们的这个 limit fx， 就是等于 fx 零啊，那跟我的那个叙述呢是一模一样的啊、哦，那所以有同学呢上次来问的，就是你为什么有两个定义啊、哦？那这个是可以说是最一般的定义，而如果你是开区间，你的一是开区间，那在任何一个点上连续，那我就可以写上就是 limit fx x 趋向 x 零等于 fx 零，这个跟我这个 epsilon delta 是等价的啊、哦。麻烦的地方是，如果你的一不是开区间，如果一是 b 区间，然后呢，你现在在这个 a 这个点要讲它连续，要怎么讲？我这里事实上也漏了一个东西啊，有时候会懒惰就没写啊，但是要的啊，事实上应该要写的啊。那我这个 x 呢是在一里边选，那然后它满足这个条件，这个就 follow 啊，是这样子。那如果A 是在一的，就是说是那个集合，这个一是等于 B 区间 AB 的话，则我这个 epsilon delta 这个定义呢，还是 OK 的，还是可以讲连续的。我们考量的就是，譬如说是这种。可是用 limit 来讲的话，在这里讲 limit 就讲不过去了，因为这个点呢是没有 limit 的，它只有右极限 right hand limit， 它没有左极限。因为它左方没点啊，没有点这个函数值，它函数值在左方是没有定义的，所以我们讲这个的话是不对的啊。所以如果你去看看你去年的教科书，它没有说非常有一些教科书呢，它避免了讲 epsilon delta 的话，它会怎么讲呢？它就会讲你在 B 区间上连续，我们说它在整个集合上连续，意思就是它是在每一个点连续。那如果你的集合是一个 B 区间呢，它又给一个不一样的定义，它就是说你要在 AB 上连续，然后呢在多端点的时候呢是右极限等于 FA， 然后在右端点的时候呢左极限
等于 FB。 啊，所以在中间的点就是 limit 等于 fx， 然后在左端点的时候是右极限，右端点的时候是左极限，或者是左连续，这个是右连续，有一些书也是这样讲的，则我就说你在 B 矩阵上连续啊。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就对了，我一个东西来取代你不同的定义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就是说 Epsilon Delta 是比较普遍的啊。那但是某一些特殊状况呢，这个 limit 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好用，尤其是我们要用它来有时候有些状况是需要用。那所以普遍的状况就是用 Epsilon Delta， 那它是等价于用 sequence 去讲连续，意思就是说 XN 它是在一里边收敛到 X0， B 有 FXN也收敛到 fx0， 那这个也是一般的啊，一般的状况啊。那所以这点呢就是跟大家再说明一下。好，无论如何，所以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环节里边呢，事实上就是主要是玩 epsilon delta 的游戏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讨论那个 limit 的事情啊。那当然它骨子里跟 limit 当然有关系的了哈，那但是最主要是那个 epsilon delta。我们传统的定义呢就是这个连续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这个 delta 呢事实上是我都有写的是 delta 依赖于 epsilon， 那事实上它不只依赖于 epsilon 的，它有时候呢还有 x0 那个点走进来啊，不同的点那个 delta 有可能是不一样，当然有可能是一样啊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例子，比如说我的 fx 等于 x 啊，这个是简单的，我的fx 减掉 fx0 啊，就是 x 减 x0 嘛啊。那你要小于 delta，然后你又希望它是小于 epsilon， 那它本来就小于 delta 的，那所以你就是这里呢你就令这个 delta 呢等于 epsilon， 那就没有问题了啊，就是对于所有的 epsilon 大于零，我令这个 delta 等于 epsilon， 那这啊只要 x 跟 x0 的距离小于 delta， 它就是小于 epsilon。 那这里我没有写的详细啊，但是呢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另外一个状况，那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 x 平方减 x0 平方所谓的接近啊，就是利用我的 epsilon， 那我来估计一下呢，它是是这个样子啊，那就是小于这个是必然的，那我希望这个东西小于 epsilon， 小于等于 epsilon 啊，那这个 delta 呢我就要选了啊。那怎么选会比较好呢？大家还记得就像这个问题我们有做过的，就是我的 delta 呢，首先我要先将这个 x 呢给它固定下来，这个 x 变的啊，我要给它拿一个上界，我事实上呢我是希望是这个东西是小于一个 m delta， 然后呢在这个 m delta 呢
是小于 epsilon，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。那我的 delta 是怎么样？这个 m 呢，就是我先让这个 delta 呢是小于一啊。如果它小于一的话，那就是 x 跟 x 零的距离小于一，这个 x 呢就可以断定了。这个 m 呢，事实上是等于，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呢，这个绝对值是小于这个东西。然后我再令就是这个 delta 呢是要小于，啊，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那则我只能证明在 f 呢，在 x 0这个点呢是连续，那这个不等号呢就成立了，啊，只要我的 delta 是，那这里的 delta 就是依赖于 x 0，啊，实际上你看一看，你的这个就是 y 等于 x 平方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 delta， 这个 x 0在这边，跟一个老远的，啊，我这里写近一点。我要求它小于 epsilon， 函数值小于 epsilon， 跟老远的一个 x0， 它函数值小于 epsilon， 是不一样的。怎么说？是说因为这里呢，事实上这个跟这个函数的斜度有关系。这里函数比较环，这里函数比较陡，所以同样的一个差异，你回来的这个 delta 这个小区这个区间是不是应该比较小啊？啊，这里我画的不好，但是你应该感受得出来，这里是比较陡的，所以你比较陡的状况底下呢，你回来的这个小区间是不是一个比较更小的区间？那我们在这个 delta 的选取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也是看到这个点，我 x 0等于一。跟 x0 等于 1000 x0 等于 1000， 那这个 delta 呢是不一样的啊，普遍来说啊，那它是越来越小的。好，是这样。那另外一个状况，也是一样，就是那个第三个情况 ，f(x) 等于one over x 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考虑 x 0大于零。那我就也是我们的那个这个是也是我们大概有做过的啊。要去给它策划一点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希望就是说这里又小于一个 m 的分子，只小于 delta 没有问题，是这个分母，而且呢 x 任意的啊。那如果 x 接近零的话呢，这个分母这样子呢就会是一个大数，那有没有可能小于某一个固定的 m， 那也是一个问题。那结果呢，我就令 delta 呢是等于 minimum， 这次呢是 x0 绝对值的一半啊，就是只要 x 跟 x0 的距离小于 delta 啊，那小于这个一半呢，这个 x 呢就会跟零有一定的距离啊，不会贴近这个零。那然后呢，我这个 m 呢就会是事实上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这个 epsilon 除以 m 就会是这个数，啊，那delta 是两个数比较小的那个，而这两个数呢都跟 x 0有关系，啊，那这个当然也不会很压抑，因为又是这个问题，如果我的 x0 是很接 x0 是在外面跟 x0 很接近零，函数越来越陡，那你同样的距离同样的要求，那个
那个 delta 的，就是可行的区间，当然是比较小，啊，这个应该很明显就看得出来，所以当 x 零接近零的时候呢 ，delta 可以是越来越小，而且因为它接近零，啊，你就没办法，啊，如果我限制就是说这个一是，譬如说十分之一到无穷，是这样子，那就好办呢。我这个 delta 呢，我取一个最小的，就是这个 delta 呢。是它是20分之1，然后呢是200分之 delta， 200分之 epsilon， 啊，我将10分之1带进去，就是这两个数，那任何的 x 呢都会比在这个区间里边，任何的 x 都会比10分之1大，所以你就有一个这个 delta 就是一个固定的数，给定了 epsilon， delta 就是一个固定的数，那只要x 跟 x 零距离小于这个，它当然要小于这个，所以呢，上面的那个规划呢，都成功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只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 delta， 哦，在这个特殊状况是这个 delta 呢，就是 does not depend on x 零。啊 ，does not depend on， 但是呢，如果一是等于零无穷的话呢，情况会怎么样子？我就不确定了，啊，我就不确定了。啊，那大概我们的那个目标或者是我们的诉求应该是清楚的。我的目标就是有没有可能我选取这个 delta 是跟当点的选择没有关系啊，那这个就是我的诉求，而这个诉求呢是重要的，哦，在学理上，可是这个一点点对大家来说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们的积分怎么样子确定可积跟不可积，就是跟这个 uniform continuous 有关系的哦，这个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。你没有这个均匀连续的话呢，你讲不了什么可积啊，哦。我们要切，简单来说，连续函数一定可积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定理，连续函数就是一定是均匀连续。如果你在有界 B 矩阵上面，一定是均匀连续。而均匀连续那个 delta 不依赖于这个 x 零这个点。那我就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诉求啊，那我们的 question 就是好。就是不同的 x0， 好像我每一个 x0 固定了一个 epsilon， 我每一个 x0 配的那个 delta， 我希望有一个统一的 delta， 啊，那所以这个 delta 只依赖于 epsilon， 跟 x0 呢没有关系，那因此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看你的一的集合是怎么样子，这个跟一这个集合有关系的，是一个我叫做说一个 global property 啊，它是一个整体的行为，而不是现在不是看一点 x 零，而是看一里边任何点，所以呢是跟一有关的一个整体的行为。那这个就是我的均匀连续。我们说它是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这个一，如果是对于 epsilon 大于零。
Derek 是 Delta 大于零，好，我如果这个 Delta 是 independent of x 零，我这样就写吧。如果 Delta 是 independent of x 零，那这样子呢，它就是均匀连续。那这个写开来什么意思？写开来就是说，随便一个 epsilon， 我都找到一个 delta。这个 delta 呢，当然是依赖于 epsilon。然后呢，我随便一个点在一里边，我这个 delta 都 work， 啊，都成的，就是然后。只要 x 跟 x 零，一里边 x 零的点小于 delta， 它的距离小于 delta， 啊，函数值的距离就小于 epsilon， 啊，所以这个 delta 呢是适用于任何的 x 零，啊，随便选一个 x 零，然后只要一里边的任何一个点 x 跟 x 零的距离小于 delta， 则后面的就是 follow。 那这里不是很啰嗦吗？啊，就是你的 x 零在一随便一个 x 零又随便一个 x， 那而且你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主角呢开始模糊了。那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？当你说 x 跟 x 零是随意选的，那 x 零随意选的，然后 x 也随意选的，那 x 选在 x 零附近，那但是这个逻辑上，如果我随意选两个点，随意选两个点，它们的差异小于 x 跟 y， 差异小于 delta， 那我的 fx 跟 fy 那个距离也小于 epsilon， 我这个讲法跟你这个讲法事实上是没差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逻辑上。哦，你这里呢看起来 x 零是主角，但是反正它是任意的嘛，啊，那我将它写成是 y， 大家都是主角，那这样子不是都一样吗？啊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在这个区域里边，我在一这个定义域里边，任何两个点，只要它的差异小于 delta， 函数值的差异就小于 epsilon。是这个意思，那这个就是均匀连续的一个等价的定义，但是一般我们就是这样子记这个，好，我们就记这个定义。好，好不好？那以这个定义来说，如果 fx 等于 x 的话呢，它当然是均匀连续啊，那个Delta 就等于 Epsilon。 那如果 x 分之一的话呢，如果我的一是这个的话呢，也 OK， 也是均匀连续。那但是这里呢就不一定了，啊，就不一定是均匀连续了，事实上它不是均匀连续的。那这个等一会呢我们就来说明这个事情，我们今天就来说明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前面两个例子，那我给大家一个 fact， 这个当然我们待会就是要说明的，就是 fx 等于 x 平方这个函数 is not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比如说零无穷。好，然后 fx 等于 x 分之一is not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这个
开区间零无穷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大定理，就是说我如果 f 是 continuous on ab 的话呢，如果 ab 是一个有界 b 区间， fx 在上面连续，我就保证它一定是均匀连续。好，那这几个呢，就是我们最主要要讨论的那个命题。哦，好，尤其是要深刻了解这些不是均匀连续的状况底下呢，我们需要一个定理来帮忙。哦，那个图画刚才大概有讲过给大家听，那但是呢，如果要很确实的去做的话呢，我这个定理啊是蛮有用的，而且在定理的证明过程呢，我们要更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均匀连续的意义是什么东西。就是说均匀连续有一个等价的定义，大家都记得连续当然有等价的定义，就是用 sequence 来看啊。我在 x 点连续的话呢，就是 xn 趋向 x0 就会 imply fxn 是趋向 fx0 啊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连续。那现在均匀连续呢，这个 x0 这个主角不见了，我们 x 跟 y 是两个，好像两个都是主角，所以你从这个想法底下呢，我们看这个等价的定义呢，事实上是这个等价的命题呢，事实上也蛮自然的哦，就是我有两个 sequence xn 跟 yn， 那如果他们大家互相都变的，然后越来越接近趋向零，他们差异趋向零，则函数值的差异也是趋向零哦，那就等价于它是 f 呢是均匀连续哦。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定理的所谓的应用，这个定理呢，尤其是证明不是均匀连续的话呢，事实上都是这样子， sequence 呢给反例呢，是做反例的时候呢是最棒的啊。所以你看看如果 fx 等于 x 分之一，我们的麻烦的地方是零那个点啊，离那个点越来越陡越来越陡，所以呢我就找一个 sequence 是 n 分之一，两 n 分之一，好，它的差异当然是两 n 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它趋向零，但是函数值的差异绝对值，我可以不用绝对值了啊，函数值是 n， 这个函数值就是 n 啊，这个函数值是 2n， 所以它的差异是负 n 啊， n 减 2n， 所以是等于负 n， 是趋向零吗？不是，是趋向负无穷，是不是？所以它不满足这个测题，所以它不是均匀连续。做完，哦，那你看有没有很清爽啊？这种的论据啊，就很简单了，是不是？啊？那个命题说你找到任何的，如果你是 uniformly continuous 的话，随便两个 sequence 它们越来越接近的话，这个函数值差异的那个 sequence 也是越来越接近。现在我就找到两个，事实上它们都趋向零啊，速度不一样，它们都趋向零，因为零就是我们麻烦的地方啊。那它们的差异当然很小，但是函数值是 n 减掉
二 n， 所以是负 n， 啊，这个就不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一个东西了啊，函数是越来越陡，你那个 x n 跟 y n 很接近，可是函数值的差异不小。那第二个例子也是类似的 ，f x 等于 x 平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麻烦的地方呢是无穷越，因为呢 x 越大，函数越陡。啊，那条曲线越来越陡，所以呢，你要选择的 x n 跟 y n 是这样，啊，它们都是趋向无穷，那 y n 比 x n 大一点点，或者小一点点，随便你啊，这个减也是可以啊，啊，那xn 减 yn 就等于 n 分之一，很清楚吗？趋向里。那但是 fxn 减 fyn 是等于 n 平方减掉 n 减去 n 分一平方，这个差异却不会小啊，它是n 平方减掉，我想应该是清楚的，就是n 平方减掉二加，啊，虽然这个差异没有像刚才的那么夸张，但是呢，这个也不会趋向零啊，最主要是这样子，啊，这个也不会趋向零嘛，啊，所以结论一样 ，not uniform continuous on。哦，那我们要有一个范围去容纳这些 xn 跟 yn 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拉到无穷的，哦，一定要拉到无穷。如果你在无穷远的那个地方，你从零，你不是到无穷，你切到比如说100或者是1000，在这个区间里边去考虑的话，那均匀连续还是 OK 的，哦，是不是？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极致的 delta 啊，针对这个100来处理我的 epsilon， 而是跟区间的那个点呢是没有关系的啊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坏的部分呢，我们呢如果给它缩短一点的话，这样这个地域呢给它弄小一点的话呢，可能会成的啊。如果适当的啊，就会成的。好。我们来弄这个证明吧，啊，这证明很简单，事实上证明是不难的，啊，只要我们合适的去了解这个epsilon delta 的那个这个 uniformly continuous 的这个定义，就出来了，啊。大家看一看，这边比较简单，哦，我将这个定义呢再写一次 ，f 是 连续 ，f 是 uniformly continuous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做一些简单的命题呢，你将那些定义呢给它写一遍呢，你就会看到那个端倪，那这个跟我右边所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这个就是均匀连续的定义，所以给定了一个 epsilon， 我只有一个 delta， 啊 ，x 跟 y 距离小于 delta，fx 跟 fy 距离小于 epsilon。现在我们看一看，我们的 sequence xn 跟 yn 它的 limit 是趋向零，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我对照这个 delta 的话呢，只要小 n 够大 ，xn 减 yn 都会满足这个条件。那换句话说 ，fx 跟 fxy
AFXN 跟 FYN 的距离就要满足这个条件。这个不是我们想说的嘛？我们说给定了这两个，他们是成立了，我要说这个结论一定要成立，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个结论要成立是什么意思？给定了 epsilon， 我的小 n 够大，这个尾巴，这个数列的尾巴都要小于 epsilon， 那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 epsilon 就是这个啊。那既然均匀连续，就有一个 delta， 下面是对的。Now for this delta 啊，因为我的这个是给定的啊，我就存在一个 n 以后呢，我的 xn 减 yn 都要小于 delta 啊，这个就是 limit， 这个东西等于零，保证的啊，就是 xn 减 yn 减零，这个零不用写了嘛啊，是这样子。那所以它就满足这个条件呢，那均匀连续就是保证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又是一个填充题，我说给定了一个 epsilon 大于零，我就找到一个 n 以后的所有项我都有这个结论是什么？这个不是我要证的吗？啊，结论就是所有的 sequence xnyn 只要有这个的话，这个 limit fxn 减 fyn 一定是零，一定啊，哦，只要它是均匀连续，它就一定是零，是这样的。返回来，也不难，哦，做这些 sequence 呢 ，sequence 要对，就一定是要 uniformly continuous， 那事实上都是用反例来看的，就是。假设它不对，哦，这个你看看前面在连续或者在 limit， 都是这样的做法，啊，都是用所谓的反证法。Suppose 呢，这个 f 不是那个均匀连续的，那我就存在一个 epsilon 零，随便一个 delta， 啊，我都找到。一个 xy 在一里边 ，x 跟 y 的距离，x 跟 y 的距离小于 delta， 但是呢，那个 fx 跟 fy 的距离呢是小于 epsilon， 是大于等于 epsilon， 啊 ，epsilon 零，所以随便一个 delta。我都找到一些反例，那 delta 可以是 0.1 0.001 可以是根派分之一，什么都可以，我都可以找到反例。那我它是任何的实数，现在呢我给它，我要从这里呢抽两个数列出来，所以呢我叫它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一个数啊 n 分之一，随便一个 n， 我都有反例嘛，反例我叫做 xn 跟 yn， 它们距离小于这个 n 分之一，可是它们函数值的差异的函数值的距离却要大于等于 epsilon 零，是这样子啊。原来是所有的 delta 都有，那我拿一些例子弄一个数列出来啊。那就 OK 啦，那怎么 OK？ 那你这个数列 xn 跟 yn 就是一个数列，对不对？当然是一个 sequence 来的嘛。然后我的 xn 减 yn 差异都是 n 分之一，那当然是趋向零嘛，啊，
当然等于零啊，啊，你可以用夹积来看它，哦，那但是函数值却不是零，函数它有没有 limit 我都不知道，却不等于零，啊，那这点就是矛盾，啊，矛盾什么？矛盾我们的条件就是。只要 xn 跟 yn 距离是等于零 ，fxn 跟 fyn 的距离都要等于零，哦，那为什么会矛盾？就是当初我们假设不是均匀连续嘛，所以结论是 f 一定是要是均匀连续的，它不是的话呢，有问题的。啊，哦，那就完成了我这个证明，啊，哦，我今天就来到这里。啊，我们介绍了这个均匀连续的一些基本的性质，也是看过这个例子。那下星期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继续，啊，多看一个例子，而且呢，多看几个例子，然后呢，就是来证明我们的那个大定理，啊，刚才的第三个 fact， 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今天大家又好像没神一样了哈，很累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哦，三题。我给一个加分题吧。哦。好，其中 3.9 呢是讲这个事情的，是讲就是fx 加 y 呢，我们有一个函数，它满足一个抽象的条件，就是它永远都对的，哦，那它你可以利用 3.8 呢来说明呢，满足这个条件的函数呢一定就是这种。那这个 3.8 等一会助教演习课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讲的，哦，那个这个题目啊，哦，那你可以利用 3.8 来做，然后呢它里边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这里原来是写零的，那零啊。零是对耶，好啊，这里写零，所以我不需要什么 hint 了，啊，我只是给这个 hint 就 OK 了，好，两个 hint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当作已知 logarithm 是一个连续函数，第二个利用 3.8、哦，那就可以做 3.9 这道题的，哦，这是道有趣的题目来的，大家可以看看。好，今天就来到这里。哦。